我是音乐剧演员阿云嘎，我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。你们可以想象美好的一件挺好的事情，我们的情谊可能会很重要。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，却又吹得让它慌张。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，却也湿透它的衣裳。你问它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，却又不能带它回家。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，明知听不到回答。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，你会握着我的手吗？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，你会跟我一起走吗？一生太短，一生好长，我们哭着醒来，又哭着遗忘。幸好啊，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。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，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。直到乌云散去，风雨落幕，没有遗憾，没有遗憾。他会带你找到光的来处，因为有大龙在。就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书，它可曾单薄地承载了谁的酸楚。我知道你下楼了。尽管岁月无声，留下迟暮，它会让你想起你的归途。你们知道阿云嘎吗？老同学好，老班长好，我是他班长。你们知道阿云嘎吗？我班长。说点首席，那我就听你的好吧。我们俩的故事也太多，小时候的一些经历，孤独啊，从小的经历也很多，所以他知道他想要什么。你能不能不离不弃？我一直失恋，今天我曾经认为我的生活就像一场旅游，是寂寞的。那永远都是嘴不向下，就是跟谁也不说话。直到我遇见了这傻小子，第一印象就是不是逗不是逗，然后我就会给同学们带来欢乐。就从此以后，我感觉这世界哦，原来是这么温暖。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，你会握着我的手吗？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，你会跟我一起走吗？其实我们俩都没有变，就心里面，我心里是他，那我心里边也是他，我们俩心在一起。